全好莱坞最会穿的男人都有着同一条穿衣底线，你肯定没发现。俗话说，有言无伤，破衣必胜。只要主角露出打底，无一不再告诉观众这局稳了。而在国外，这类角色还有一个专属名，叫亨利里男人。亨利里指的就是他们身上这种带有纽扣打底，比 T 恤更成熟，比 polo 衫又更休闲。曾被 GQ 评为最性感的男装，古书特意入了三件设计各不相同的来感受感受。一、华夫格款，御姐黑帮同款面料，现代题材电影很少见，手感更柔软，也更有质感，领口有两粒扣子组成，上身版型偏宽松，可以搭配一些复古元素的肩部或者是背带。二、常规款，三颗纽扣的基础版型，重磅全面材质，好处是颜色选择更多，袖口处的螺纹收紧可以清晰的在视觉上分出手臂，随意搭配牛仔裤就能搞定。三、改良款，拼色领的设计以及外露走线，增加了常规材质下的复古版，版型同样偏合身，搭配复古背带裤或是原牛仔裤都可。